陈乔恩近日在微博上发言，指最近收到不少朋友送上画作当礼物，其中除了不少自己的肖像画之外，其中一幅画是向日葵及猫猫的画作，上面既没有署名又没有留卡片，搞到陈乔恩最后决定在网上公开为画作寻找主人。今天又收到了向日葵和猫猫画，我也是惊呆了，没有卡片，没留名，这谁寄的？谜底终于揭晓，原来这些画是陈乔恩的好朋友陈妍希所画，而他自首后，陈乔恩就搞笑回复，虽然晚了3个月，但这就是我妍希的风格，第四张照片里的那个猫猫是妍希画的，好贴心哦，神神秘秘少根筋，名字都忘记留，也是我妍希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